起有些故事，褪色后的往事，风干的细节留在那个位置。我的青春有些消失，陪着我一辈子，让手写的真实像最美的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夏静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宇，是从小看老师的戏长大。今天主要是拍摄一个人傻事的 MV， 然后刚好能够有这个荣幸可以邀请到夏老师来担任我这次 MV 的主角。他饰演着一个独居老人，然后老是活在过去的记忆里面。对，然后因为他的爱人就事故，然后去世了嘛，那他就一直很思念他。然后我呢，就是他隔壁邻居，就可能目睹这一整件事情的经过，这样子的。然后你就把它写成一条歌。对，我是串咖了。或者是可以借过。像微风吹红了脸颊，我都没 OK 的，就是拉他领巾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对下见面。对，好 ，OK， 那我就下一个喽。下一个。第一次看这个脚本的时候，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。剧中人呢，他一直陷在他自己的怀想里面，这个对讲机响，然后他听到的是他之前女朋友的声音，然后他还不确定，眼光有一点点希望，你还在下面吗？他就冲到楼下去，真的是你，然后他就把他。这些年来对他的思念，然后全部释放出来。我觉得我有接收到有一句台词我很喜欢，愿梦里有彼此，最确定的名字。对，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份情，真情那种痴心。然后就算这个人离开了，是你唯一可以保留的，好像就是他的名字。就你还会记得他的名字，对对对，的那一种心里有那一个，没错，然后就觉得哦，其实是真的。对，会很感动。我希望，这首歌大家看了也会触碰到大家的心。这个是拍幕后，幕后花絮，对。你的幕后，你的，我的，对，你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宇，欢迎收看《一个人的傻事》的花絮。上升。